朴玉士話：雖然省長麥堅迪堅持佢贏得一個較多數嘅少數政府，但係新民主黨已經準備好同各政黨合作。佢話：呢個係選民所要求嘅。朴玉士仲話：每一位政黨領袖都需要以謙遜嘅姿態攜手合作，只要唔好偏離民族嘅需要，政府就會繼續運作。佢希望自己能夠盡早翻返去省議會工作。朴玉士仲澄清話：新民主黨嘅當選議員唔會跳槽，幫自由黨獲得多數嘅機會。